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学习怎样在我们 Telegram 应用程序里调整我们字的大小，好吧？跟每一次一样，我们要进去我们 Telegram 的应用程序，在我们左上方有三条线，我们要按下去。OK， 在这边里面，我们要找我们的 Setting， 就是我们的设置。OK， 找到了过后，我们就按下去。在我们设置里有很多东西，可是我们要找的东西是叫做 chat settings， 就是我们连跟人家通话时候的这个设置。找到了过后，我们按下去 ，OK， 它的那个旁边的照片是一个讲话的这个一个照片哦。OK， 在这个 chat settings 里面，我们看我们这个手机的上方有一个东西叫 message。Text size 就是我们字的大小，在这边我们能移大移小，你可以把那个字弄大或那个字弄小 ，OK？ 怎样移呢？如果要大，我们就移去我们的右边，你看啊，字变大了；如果要小一点，就移去我们的左边 ，OK？ 在这边调整的时候，你们能看到我们在调整的当时会有一个例子给我们看，我们的字会大会小。OK， 所以你们调整的时候有一个概念，大概要调多大，要调多小，好吗？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在我们 Telegram 应用程序里跟我们联系，我们会尽量回答你们的问题，帮助你们把你们这个 Telegram 里面的这些设置弄好，好吗？谢谢你们。